各位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呢，今天又来到我们股市之报啊。那我想呢，今天这个行情哦，震荡一下。那当然，最近啊，这个台积电啊表现比较疲弱。那有的人一直在关心哦，华仁勋到底怎么又不来了哦？等一下就要来哦。那当然，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啦哦。股票市场里面哦，我觉得最重要不是谁来，而是钱爱来啦。情爱来个重要哦。那当然，这个行情我昨天在节目上面一直跟大家提到过嘛，就是说这一波的行情里面，其实大家看得出来，有些是真的涨很多哦。那有一些是有涨，但是没涨那么多，对不对？哦，因为经过上一次的那个大屠杀之后啊，很多人在心有余悸啊，说真的惊到惊到哦。但是我个人认为怎么样？记住我讲的一件事情，怕到是要怕到，但是要慢慢买、哦、你一定要慢慢买，因为我就已经跟你讲过了嘛，就是说基本上来说的话，股票市场里面就是说 你有时候你在人家觉得就是他看不到大涨的时候，你刚才讲说要买要买，这听不入啊、哦、所以我也不太爱跟大家提这个东西，因为你等到真的上来了，等到大涨了，其实你不用讲，人家就在那边拼命在那边一直买，所以我不要老是去那边跟你提说啊，我们什么先知，我们预知，讲那些没有用嘛，对不对？你现在讲说会大涨，就过了两天大涨上来，人家说，然后店老师还在上面说我是不是很准，准不准也没你屁事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也懒得讲那个了，反正我就跟你讲，就是买。我也没有什么，就算上来了，我也不会跟你讲说我很准，对不对？准了你也不见得，那你自然会去买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今天没涨，叫你买，对，好像脱裤子放屁嘛，是不是？那啊就啊就不要乱背，啊没有没去了，买对啊，对啊，去了再来买嘛，对哦。所以大部分人当然是这样看的、啊，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说，我个人是认为对一般人来讲，当然你现在是真正是买股票的好机会了。啊，好机会！我认为下半年从九月开始啊，行情又来了。九月开始，这个大行情又来了。九月啊，九月开始啊，这个大行情又要开始了哦。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只股票啊，6263呢，普天之下来得第一啊，这一只股票啊，九月哦。我已经讲过了，我不是第一天讲的，不是第一天讲的，九月第一标，九月超级大标王6263，普天之下来得第一，放在心里面、哦、我这边给你写啊，蜜旺时的主力加大户，我这边给你写、哦、给你写蜜旺时的主力加大户，大大大力多三倍甜蜜的果实哦，之前跟你说这甜蜜的果实两倍啊、哦、三倍甜蜜的果实，这一股票叫做6263，三倍乘三倍大内差，普天之下来得第一。这一支股票我要跟你谈一个月，为什么？这一支股票啊，从今天开始我要跟你谈一个月，一个月，一个月听得懂吗？一个月，我一个月都要跟你谈一只股票，叫大有来头，得天下。哦，未来一个月啊，我都要跟你谈一只股票，叫大有来头，得天下。哦、我跟你讲，会是蜜旺时的同一批主力。啊，你等下，啊，你等下，再有在。蜜旺时的同一批主力，有些话我就不太讲太多。蜜旺时的同一批主力啊，蜜旺时同一批主力，一个月，未来一个月我要跟你谈大有来头，得天下。哦，未来一个月啊，未来一个月啊，听得懂哦？未来一个月，我每天都要跟你提大，不管。我不管你买不买，我这边已经给你写到了，蜜旺时的主力加大户，
三倍的吃滴滴啊，三倍吃滴滴啊，你知道吗？九月第一标，九月超级大标王，普天之下来得第一。听得懂的人听得懂。陈老师啊，为什么这一支股票要以后要讲一个月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后要讲一个月，反正就跟假滴滴赶快汪香北方跟你两倍啊，就创新高。那我就跟你讲同一批人嘛，蜜旺时的同一批主力啊。哦，你不要问我，蜜旺时的同一批主力、啊，后一支要来把这支强干，后一支啊要把这支强干呐，蜜旺时啊。所以蜜旺时这一批的主力啊，各位投资朋友记住我讲的。会换过来，这一批人会换到这里来。那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这个以后会涨？为什么这一支股票以后会涨？九月的第一标大标王，为什么这一支股票以后会涨？普天之下来得第一，我今天给你盖住哈。明天我会再讲一遍，礼拜六再讲一遍。你网路也看得到了哦啊！礼拜天再讲一遍，礼拜一再讲一遍。未来这一支股票，我准备要跟大家谈一个月。这一支股票将会是未来的非常重要的、非常重要哦，不是普通重要哦。你不相信哦？有人问说：“陈老师啊，九月怎么会飙？九月跟你想的不一样啊！九月啊！”九月跟你想的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记住，九月会有大行情，然后股票一定要记住，从没量做到有量，从底部做到高部。哦，你现在不要去买那个高部，在高部啊，高部做到底部就不会输啊。很多人问我说：“啊，陈老师啊，台积电是高部还是底部？”太会问问题了。鸿海是高部还是底部？啊，那我问你。你觉得鸿海跟台积电是高部还是底部？高又不很高，低又不很低，那怎么办呢？鸿海跟台积电，你认为这边是高还是低？我问你，我问各位，现在鸿海跟台积电是高还是低？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什么叫低啊？还有我一直跟你讲的这个啊，记住我讲的，欸，我不是在跟你说寒民的，哦，反正我讲的东西啊，五四三二我跟你讲，这高票我跟你讲，你小心啊，这一支股票我跟你讲很重要，明天盘中突然，明天啊，你看开盘不怎么样啊，过了十点以后，这一支股票盘中突然吧，哦，我再讲一遍哦，这一支股票你不要看它不怎么样哦，哎，开盘不怎么样哦，明天在盘中突然，切。我再讲一遍哦，这一支股票我跟你讲，你不要看这个哦。我跟你讲，什么叫快到了？快到了，你怎样？快到了，你啥意思？这不要，你不要等到明天哦。哎，开盘不怎么样哦，盘中十点过后，十点半好了，突然吧，明天载哦，我讲明天载哦。啊，你若等到后礼拜一哦，下礼拜一哦，哦，就不是这计数啊。就不是在计较，我再讲一遍啊，我不喜欢跟你在那边讲今天以前我多厉害啊！你这个买了没有？你这个买了没有？你这个买了没有吗？我今天不是在跟你讲说我多厉害，我今天只是在跟你讲说，我今天只是在跟你讲，我再讲一遍哦，我再讲一遍哦，我再讲一遍哦。明天你看你开不怎么样，
哦，可能开个小红啊，明天可能一开开个小红啊，爸，哦，啊干啊，经过了礼拜，看看我们网络，看我们电视，经过礼拜六、礼拜天，看了两天了，到下星期一，就不是这个计数啊，就不是你现在看这个计数啊，就不是你现在今天看这个计数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再讲一遍哦，我今天再讲一遍。明天你看这个开，哎，小红对不对？平板小红哦。过了十点半以后，突然急拉，明天盘中突然急拉，到了下个星期一，就不是这个计数啊，就不是这个计数啊。哦，所以你爱什么时阵爱买？所以你什么时阵爱买？你什么时阵爱买啊？什么叫真正的主菜啊？我明天可能开个小高，过了十点半以后直接哦，那有人跟安怎我就不知道啦。啊，重点是明仔再救起来哦，重点是明仔再开低走高哦。重点不是明天开低走高的问题，重点是礼拜一的。礼拜一的价钱这个就很难讲，礼拜一的价钱很难说了，所以我就跟你讲为什么，什么叫这几个字，真正的主菜啊。还有陈老师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股票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买一张你都赚了。这个股票我跟你讲，以后啊，鸿海的两倍。没有来找我，我跟你讲，你我是讲句实在话，你买鸿海不如买这个啦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以前跟人家讲说，你买鸿海不如买双鸿啊，不听我的话。反正今天鸿海的价钱，我讲你拿鸿海的价钱，我就跟你讲，你买鸿海不如买这个。这以后我跟你讲，如果没有鸿海的两倍，而且速度啊，可能它。就不要讲了，我就跟你讲，这个东西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一张鸿海换一张来得天下，换一张普天之下。那为什么我跟你讲，蜜旺时的这一批主力大户啊，下一支有没有可能啊？蜜旺时的主力大户啊，这波的主力大户后一支是会做多一支。所以我这边我跟你写，你不要以为说，哎，陈老师，哎，下这是今天啊 ，gay， 我讲这你敢不行哦，还妄想北方嘞，你还讲个笑话，哎，问题是六月十三呢，还妄想北方，你看去哪里，还在涨，人家在走空头，还在走大多头，人家走空头的股票还在走大多头，陈老师啊，哎。你说的是啥小爱妄想北方啊，你也不买啊，哪有的。但是我现在跟你讲九月哦，九月这一批人啊，九月这个妄想北方啊，要开始准备来得天下了。九月你知道，九月这一批妄想北方的这一批人啊，假滴滴的这一批人啊，他们准备要来得天下了。九月妄想北方这一批人准备要来得天下，我跟你讲，你买鸿海不如买这个会飙啊！如果他没有飙赢鸿海，我输你。一样的，一样鸿海换过来。哎，我讲话很准啊！我以前叫人家买那个双鸿，我真的换过来，鸿海换过来，那时候双鸿才不到一百块，你知道双鸿那最涨到六七百，鸿海在那边还在那边。还在这里混，那鸿海是今年比较多，鸿海今年以前十几年都在一百块以下呢，那是今年呢，对不对？啊，问题是鸿海敢未使阁买，鸿海敢未使阁买？你今天打电话进来的，我告诉你，鸿海
会往下往上，因为只有我知道郭台铭在干什么，对不对？他爱真心宜，他没在爱你啦。真心宜，你看看一天到晚在那边买豪宅，那钱哪里来的？你真敢买鸿海啊？我记得那以前那陈泰铭啊，突然说他前妻卖股票啊，去买什么豪宅。我突然说陈泰铭啊，东方文华苑，东方文华苑买了七八间了，买到十间，股票就一直落，一直落，一直落。又说陈泰铭的前妻啊，陈泰铭的前妻啊，啊卖股票啊，那个国巨从1000块摔到，你有没有看到曾馨仪最近在买豪宅啊？曾馨仪啊，郭台铭的老婆啊，那钱哪里来的、啊？你还在买鸿海哦？曾馨仪不止台北买豪宅吧？对不对？洛杉矶比佛利山庄也买了一间20几亿的，那钱哪里来的？欧洲也买哎，人家那个绿卡不知道是什么卡，都已经几百张了。对，小孩子都把他送出去了，你还在买鸿海？陈老师，鸿海要卖哦，我没讲，我没讲鸿海要卖，我们不敢讲啊。哦，反正人家真心赢，人家就笑脸帽嘛，较好啊。你也买，也买，买买鸿海，买买到尾啊，唔知啦。哦，我正好是常跟大家讲，有些东西你说叫我讲，我只能够讲一遍，但是你要我讲好几遍，说句实在话，你就没，你就不识货，你就是 不上道了嘛。什么叫最后买点啊？哦，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你哦，明天可能开个平高哦，10点半以后可能会不会强拉，但是明天不是问题，不是强拉的问题，明天不是在强拉，你知道最重要是礼拜一呢，明天礼拜五了嘛，明天在 Happy Friday 嘛，明天在是 Happy Friday 齁，啊哪拜拜呢啊，大家在电视啊，又看网络，又看陈老师，又说拜啦，又说礼拜啊，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，在那边落雨，在那边家也没位当去啊，一直看电视啊，看到尾啊，拜一是怎样，拜是拜他直接说去的啊，我就跟你讲，这一支股票未来会不得了、啊，这股票未来不得了啊！我今天我是好心呐、啊，我跟你讲，你鸿海一张换一张，3倍。欸，我讲话哦，嘿，说陈老师啊，你未来有没有那个一个月都要讲，一个月一个月每天要讲的东西？有啊，我今天跟你先预告，我管你买不买啊，我一个月，我告诉你，你每天看93台，我一个月我每天都要跟你讲答讲答，我管你买不买？你看我讲完一个月以后，这一支股票位，我管你买，我飙到哪里去啊？我为什么跟你讲？你鸿海一张换一张。你想想看，我一个月要是都讲它，我为什么跟你讲蜜旺时我不想再讲了？它现在量太大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只跟你讲，而且它随时也不要翻盘。我今天要跟你讲的是，这一批主力他们一定会寻找下一个标的嘛？那这个我已经跟你，这个狼的已经在做料啊，量都较大啊，这敢会够好高的？所以我就跟你讲，这一批人会不会他一定下一次要锁定一只怎么样鸿海的倍数嘛？那什么现在哪一只股票有鸿海的倍数？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要跟你提到未来一个月，我管你买不买啊，我跌也讲，我涨也讲，我有量也讲，我没量也讲，你等我打开了以后，各位投资朋友，到下个礼拜就不是这里了。我为什么跟你讲九月？我现在在跟你锁定是九月，我没有在跟你讲。欸，各位你看，要看未来好不好？你老是在那边看，看在眼睛如豆。陈老师，我的鸿海会不会涨啊？我跟你讲，你的鸿海会不会涨？你的鸿海会涨。
但是有些搞不好更会涨。我说，我以前跟人家讲说，你那红海换一点到双红来嘛，就是不要。我说那双红才80块，你要不要红海换一点双红？那时候红海差不多100多，120我记得，双红80，那3-4年前。我说你换一点双红嘛，换一点双红来嘛，80块、100块以下的双红不买呢。后来双红涨到800，红海几年下来都在100块，双红都已经到800了。我就跟你讲，你今天一直还在问我红海，我就跟你讲，不是换双红，双红太贵了，你要不要换一点过来？一张换一张。你不相信哦？我跟你讲，这叫三倍啊！而且这个业绩啊，这未来它的以它的股本、它的毛利啊，比鸿海要高太多了。你慢慢去查，这业绩哦，倍儿棒！我今天我敢跟你写这个哦，你以后你就像那双鸿一样，到时候鸿海没有到200，它已经3倍了。你不要说陈老师啊，哎，你真的帮，你有真的有帮到我，哎，真的换过来有帮到我。欸、真的换过来是有帮到、哦？难道哎、欸？难道我今天再叫你去买双红吗？你80块不买双红，你800块再买双红，你有病啊你！你病不轻啊你！40块叫你买光胜不买，现在400块一天到晚在买光胜，你病得很严重啊你！那有很多人问他陈老师，他现在要买什么？反正我讲话、哦、有的人会听的、啊，到时候等到、哦、我跟你讲，经过了一段时间呢、啊，不用我跟你讲，可能下个礼拜就爆裂，就已经有些东西我们不要再讲，因为我跟你讲，就是有人会把货就吃掉了，有的人就会一直的货一直吃啊，因为你看看这个蜜旺石也是嘛，后来你看30张、50张、100张、200张、400张，一直往上吃。那很多人觉得说啊，我蜜旺石我之前都看也没有量啊，也没什么人在买，怎么突然上面哎，有时候有30-40张，有100张，有200张都被人家吃掉了，那个量怎么越滚越大？到今天你们涨了3倍，那我就跟你讲嘛，你看着好了，一接下来它的量，它挂的卖单会一直有人把它吃掉，吃完了就吃完了就吃完了，你再来追了哈。我们吃完再来追，把那些量都吃掉了，就再来追。哦、我正好是跟你讲的，放在心里面。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
各位拉近一点哦。明天盘中会不会突然拉起来啊？但重点不是明天盘中啊，是到了下个礼拜一，过了一个周末，我再讲一遍哦，盘中到下礼拜一，未来一个月，我每天都会讲的，不管你买不买，蜜旺时下一支三倍乘三倍假滴滴会是谁？各位投资朋友，九月谁会大爆发？好好把握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